不摘月亮，我要它永远高悬天上，皎洁流放。它是从陌生才允许诸多浪漫想象作为我理想。Tonight 高清晨，你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存在。它可以接很多人的鲜花，不必无暇。它也能自在去漫步月球下，别去对号入座，谁爱一张真实灵魂蒸发。人喜欢我吗？是你们是我的 best part， 然后我想让你们知道我真的真的爱你们。真的是我的最重要历练，你让我飞上天了，很美。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人就是草莓酱们，男才不能，你们在为我搭建一个城堡。小九高清晨，恭喜你。搭建我的城堡，现在我真的站在这个城堡上。我希望今夜大家会睡得很好，晚安大家，晚安。